今天是2019年2月25日，是失業後的第一個工作天，其實都挺累的，失業了之後，因為我已經是連續打了三晚的麻雀和班仆街仔。今天我下午會去建工先的，建工完呢先是重頭戲，就是雞翼有些活動搞一下。那是什麼活動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咯。打完三晚通宵牌之後呢，個人呢不是幾夠精神，所以今天呢就決定行一行山啊，上一上山，放一放飛機呢，是健康活動，健康活動，健康活動啊。失業後的第一日就是這個，幾好。講真的已經很撚攰，啱啱開始了五分鐘左右啫，同埋沿路都見到幾多豬仔喎，即係豬年啊！豬年啲豬仔開蒲頭，豬年行好運。等等先，我平時行嗰啲山都唔使咁樣喎。哇，想休息，即一路上去就係啦。係啊。哇，好撚熱啊！真直升機屌屌翻你落去，相當你好撚想嘔，好想嘔啊！真係冇嘢嘛，阿姐，可以幫我 call 飛行服務隊啊！好撚想嘔，好撚想嘔啊！嚟得好快啊！好快啊！好快啊！好快啫喎，呢個山係咩？十年冇做運動，又話日日出嚟爬，原來講對面嗰座矮山日日爬，包括你個街矮成半啊！點解唔行嗰座？認真，喂，我覺得你應該行到呢一座，好撚想嘔啊！而家我想倒後落山喎，倒後落山，小危講真，因為嗰啲釘咧唔係好穩陣嘅咋，你借力上就得啦。如果你撲住落咧，成條繩俾你扯落街。落山難呢個上山好撚多，所以咧嗰啲咩特登爬山所以影咗唯美照嗰啲咧，遺照啊！見咗個遺照真係唔出奇啊！真係好撚大氣勢，熱撚到我嘔！講真，起碼可以喺屋企瞓翻一個禮拜先蒲到頭。即係雖然咧落山好撚快，但係咧嗰個膝頭嗰負荷咧唔係一般啊！但係都起碼可以趕得切喺呢個天黑完全天黑之前落翻嚟，我覺得算係咁。今日都幾圓滿，我覺得。我初頭咧，我以為咧行山係即係可能有啲正常路啊，然之後啊有梯級啊有平路咁樣行嘅，撲街全撚冇石嚟，黐撚線真行山咧、啊，天真係，勁撚辛苦其實。講真的，我其實有少少搞鳩自己，後悔。想拍一拍未來見嗰個 solo， 好，陣間幫你拍，陣間幫你拍，陣間幫你拍，陣間。